想念也会有声音来呈现，爱你是我最坚定不移的。对不起，放开！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要问他，那就当我面问。凭什么？凭她是我女朋友。哼，又是失误对吧？我知道，不过刚才还是差一点点就相信了。不过方总，这种失误以后还是别有了，我实在是受不起。我道歉。 啊，为之前没经过你同意，就说你是我女朋友而道歉。还有，抱歉。 又一次先斩后奏。我喜欢你，许人。这是我补上的表白。你不是说不能喜欢你吗？你还说之前的都是失误。可是，我就是喜欢上你了。之前跟你说的那些有的没的，所谓的设定。 失误，都只是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。我喜欢你。 我突然想起来，我还有工作要做。 你这个想逃跑的毛病，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改啊？难道你还想着高明？那就是喜欢李哲，讨厌我？ 那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？可是方总，我刚才就觉得不太现实，你怎么能和我在一起呢？怎么不可能？今天早上我吃了早饭，来的路上没有堵车，没有抛锚。 诗雨在学校里面也没有调皮捣蛋，所有的项目都进展顺利。而且我看到你跟李哲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会生气。这所有的事实都是我没有办法否认的，只能证明我喜欢你。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？可是你是我老板啊，我们怎么能在一起呢？ 国家哪条法律规定，老板不能喜欢自己的助理吗？可是公司不允许谈恋爱的。公司有哪条规定说不能谈恋爱？有，第26条。是吗？嗯。那从今天起废除那一条。可，我给你打工，我们是上下属的关系，这样不太好吧？那就立刻把你开除。抱歉，关于恋爱这件事情，我也很生疏，所以你能原谅我吗？ 可你说过，你最讨厌别人说谎。我现在真的没办法保证我一句谎话都不说。这样，你也喜欢我吗？我讨厌谎言，但是连我自己都不知道，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你成了那个我不可控的例外。 那如果，我是说，如果我要是控制不住说了那么一句谎话，你会生气吗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们两个人是不是像你说的那样，是两个世界的人？或许又像李哲说的那样，早晚会分开。但我现在只想静静地看着你，抱着你。 一起度过当下的每分每秒。这么美的话都让你说了，那还有什么是我需要补充的吗？说你愿意啊。哦。我的表白，你的答案啊。说你愿意。 我只是讨厌谎言而已。那，紧了，虽然我有的时候会说一点谎话，但是我这次一定不骗你。只要灭霸不打响指，我就不会消失。真有你的许愿。嗯。那。 你能不能再答应我一件事？嗯，我们在一起的事儿，能不能先不告诉别人？为什么呀？虽然你是公司的老板，但是人多嘴杂，我不想节外生枝。我心里知道你是我男朋友，就已经很开心了，而且。 我舅舅舅妈也要来了，反正就让它暂时成为一个小秘密，好不好？我再考虑一下。当我男朋友可不是什么好事儿，你可要做好心理准备。走吧。走。嗯。 干嘛呀？再抱一会儿。你到底为什么接近我？为什么我们每次见面都要骗来骗去的呢？以后没什么事儿，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再见面了。我不知道你和方总之间到底有什么恩怨，我也不想劝你放下这些恩怨，但是我更不想被你们卷入这场恩怨中。顺便跟你说一句，我这个人三观其实挺崩的。就算有一天我知道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儿，就算是方知有的错，我也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站在他这一边。我今天不是来找麻烦的，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要问他。那就当我面问。凭什么？凭她是我女朋友。你好，我刚接到一个电话，我一朋友出了车祸。叫什么名字啊？叫夏蒂，他刚才电话也没说清楚。这腿怎么回事？怎么受伤了？就抓了个贼。抓贼？你这么嫌弃抓贼，你以为你是谁啊你？你先别着急，是这样的，有一个女孩包被抢了，我正好骑车等红灯啊。像我这么正直的人看，那我不得追她呀？本来想一甩尾把她拦下，一不小心我摔了个狗吃屎。不过还好，交警把那个贼给抓了，把包还给那个女孩了。医生怎么说？医生说没什么大碍啊，没有骨折，放心吧。没骨折啊？我平时都管你叫女神，但你真把自己当神了是吧？你是个女孩，再说了，我每次都告诉你小心一点开车，你偏不听，每次都当耳旁风，几次了，不止一次两次了。你以为你自己是英雄是吗？你想当灵魂骑士是吗？怎么了？那么激动干嘛？我害怕。我知道你出车祸了之后。我以为你以为我死了，哎呦，没事，医生都说没什么大碍，养养就行了。怎么还生气了呢？哎，行行行，以后都听你的。你看我这次进医院，我都没有告诉医人，先告诉你。你看看你现在的地位多高啊！你能别说话了吗？哦，你好好休息。饿了，你想吃什么？我想吃一碗热汤米粉。行，我现在就去买。建筑设计软件教程，建筑设计领军人物亲自授课指导。2万3！天哪，这么贵，赶上我1年的房租了。去哪省下这么多钱？要不我找我老板预支一点薪水，反正他现在也是我男朋友。依人呐，小晴啊，下个月就要入职了，你租房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我们这个月底可就要过来了。这冷水来的可真及时，还在找，月底之前一定搞定。我记得我们选修课那会儿啊，那就跟打仗没什么区别。但凡是碰到什么名师课堂，哎呦，只要你能抢上课，那可真把你给厉害坏了，真是。但是你抢上课，去课上一看，哎呦，乌乌泱泱的一屋子人，有时候甚至50个人都不止。因为几乎每节课呀，都有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所谓那些什么旁听生，真气人！真的是，你说白蹭课也就算了，还非得把前排的那些什么黄金位置都抢占得一干二净。这到课率比我们还勤，真是。那学校老师都不管吗？怎么管？这么多个人呢，你总不能杵一个门神在外边一个个查学生证吧？其实呢，只要你不迟到、早退，或者是影响到别人上课，不会有人来管你到底是不是本班学生的。再说了，像有些老师，他看自己班里听课的学生多，他还觉得引以为傲呢。走了，谢谢向老师。他这是特意来提醒我可以去蹭课的吧？没想到平时挺冷的样子，其实还蛮热心的。蹭课，那就真的可以省下一大笔开销了。各位小姐姐，该下班了，我先走了啊。嗯，拜拜。拜拜，我也走了，走了啊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还没走啊，依人。那我先走了，好，明天见，拜拜，拜拜。你走了吗？走了。你居然还会用这种表情包？是我现在的样子。好啦，等一下，人走光了，我再进去。好，一下等完了，还要多久啊？你看着点儿，刘工，对不起啊。干嘛去？我回家。回家？啊。咱们公司有后门吗？大门在那边呢。啊。我要的资料呢？我找，我马上去找。什么？死我了！ 干嘛呀？这里是办公室，你冷静一点。我很冷静。你再冷静一点。你刚才说谎了，你知道吗？刚问谁啊？为了你自己呗。 我觉得地下情真的不适合我。怎么不适合了？哎呀，拜托，就当是为了我适应一下吧，好吗？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。好吧。嗯。 刚才真是吓死我了，像拍特工电影一样。你这是谈恋爱还是偷东西啊？自己程度差不多嘛，反正都是不能被人发现的事情。是吗？那我明天就把它变成地上情。那可不行，这样我明天就会变成全公司的头号公敌的。你知不知道你在女同事里面有多受欢迎？要是他们知道他们的男神变成了我的男朋友。 那我以后的茶杯里可全都是洗碗水了。怕什么呀？明天公司例会上我就把这件事情给宣布了。从此以后，你进公司，所有人看见你都要叫你一声老板娘。你要进门，大家让你先进；你出门，大家让你先出。电梯超载了，所有人立马出去。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哎，来，我来。 干嘛？你不是最爱吃这个吗？怎么样，甜不甜？甜。到我了。哦。你又干嘛？我平时不太喜欢吃这种水果，但是我听说了，如果喜欢的人喂你吃的话，可以提高对这个食物的好感度，所以我想试试。哦。 嗯，还挺甜的。吓死我了，差一点就被他发现了。发现了怎么了？他早就知道了。怎么可能？哎，也就是你以为能瞒得住别人。再说了，我们没有必要瞒着他，他是我唯一的亲人了。 你和你爸真的不打算联系了？我没有办法原谅他做过的事情。以后还要多多合作啊！一定，谢谢啊！再见啊！再见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你明明答应我的，为什么骗我？方之友，你冷静一点！你是个骗子！明明答应我帮李哲和他爸爸的，都是你害的！ 都是你闹够了没有？我是答应做他的律师，但是在没有开庭之前，我有选择的权利。是他自己傻，连委托协议都不签，就把证据交给我，利用我，你骗了我，我才会害李哲和他爸爸的。我恨你，我恨你，我恨你！闭嘴！ 告诉你，这个世界就像打官司一样，充满了陷阱和欺骗，你得靠你自己才能去辨别其中的真假，懂吗？你现在早早的上了这一课，也为你以后的人生少栽跟头。给我记住了。我就是亲眼看着他把我好朋友一家弄得家破人亡的，所以我才对谎言这么讨厌。李哲不肯原谅我是应该的。可这些都是你爸爸造成的，跟你有没有关系？他这么做没有意义啊。站在他的立场上，是我答应他，说我爸会帮他，也是我让他去找他爸，拿了所有证据，然后交给我，我再交给我爸。所以说这件事情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那是不可能的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在找他，想补偿他，也给他写了很多信，但他一直都没有收。等到他再出现的时候，他已经不需要这些了。他只是想让我尝一尝当年他受过的苦。所以说到底，还是我轻信了别人的谎言，都是我的错。你笑什么呀？没什么，就是觉得你有点可爱。之前吧，你一直都挺严肃的，也不怎么笑，就算自己错了，也不承认是自己的错。现在突然说你错了，就觉得有点可爱。可爱的点是，觉得你也是普通人啊，觉得我们的距离又近了。诗远啊，这么晚了还不睡啊？依然姐姐，这个送给你。这不是你最喜欢的兔子先生吗？怎么舍得送我啦？我明天就要回家住了，这个兔子就留下来陪你吧。回家？在这住的好好的，为什么要回家？因为我爸爸回来了。依然姐姐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虽然我爸爸他平时忙了一点，陪我的时间也少了一点，平时也很严肃，但是总的来说，他还是一个很不错的爸爸。你别担心以后见家长的事情，我哥都不见我爸，你就更不用见了。你这个小机灵鬼，我就是好奇，你爸爸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怎么会对自己的儿子说出这样的话？他们父子俩的恩怨，我就不管了。我劝你，你也别管。记住，这可是我哥的死穴，轻易不能触碰。依然姐姐，你答应我一件事情呗。什么事儿？一定要照顾好我哥，我把他就托付给你了。都是成年人，托什么付啊？他自己会照顾好自己的。别演了，我都知道你在和我哥谈恋爱。你这个小孩子，光操心大人的事，有那么明显吗？你呢，演技就差这么一点点。我哥呢，就一傻子，满脸写着自己有女朋友了。你可千万好好对这个傻子，他能找着女朋友真不容易。我说完了，你早点休息吧。晚安，晚安。帅哥。一个人啊？给他一杯一样的。哟，还挺高冷的。谢谢。滚！给你买酒就是让你闭嘴，离我远点。跟他一样的，李总，怎么一个人在这喝闷酒？谢谢你。怎么没有胃口啊？也是，跟许伊人不是一个风格的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你别误会啊。不管于公于私，你和许伊人在一起，我都是乐见其成的，甚至还可以帮点小忙。 喜欢方之友，是又怎么样？我没有这个资本吗？当然有啊。论家世、资历、能力，你们都很配啊。只可惜，他已经和许伊人在一起了，你我都没有机会。你说什么？你还不知道吗？ 我没有必要骗你啊！我不是在这借酒消愁呢吗？哎，你吃慢点啊，小心噎到了。 我一个懒觉睡过了头，如果再不快一点，就真的占不到好座位了。你要去哪儿呢？你听说过郭旭东吗？听说过，挺有名的设计师，我师弟。你师弟？嗯。我在向伟老师的指点迷津下，准备去蹭他的课。他来城际讲国内近20年的实战经典案例和建筑作品。他是城际大学的优秀高材生，3年红星设计奖的获得者。徐然，你不觉得很浪费吗？ 什么？你学设计，不来问我这个优秀的设计师男友，反而跑那么远去听什么讲课，浪费时间，浪费精力，浪费人才。老师和设计师是不一样的。怎么不一样了？设计师吧是自己有才华，他可以设计好大房子，但是他不一定能系统的把知识传达出来。再说了，你又那么忙，我也可以不这么忙的呀。 不会是吃醋了吧？谁吃醋了？那个吃完早饭我送你去吧。哎，不用不用，我吃饱了，我赶紧走了，晚上见。说好9点半的，现在都几点了？我的天哪！ 今天是郭旭东老师哎。不是一个老师啊！哇塞，这老师也太帅了吧！对呀，而且好年轻啊！ 同学们好，我是今天的客座讲师方之友。郭旭东老师因为家里有事，今天来不了，临时联系我帮他代课，希望大家不会失望。我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华清设计学院的毕业生，毕业之后设计了不少有代表性的作品，这栋大楼就是其中之一。 一个好的建筑作品，绝对不是一个设计师自己简单的想法以及工人简单的设计。太帅了！真正好的作品，是一个真正的匠人在自己有感而发的状态。我学建筑学的头都要秃了，怎么方老师头发却那么浓，而且每一根都散发着帅气？有什么疑问吗？老师，你怎么这么帅？你这个问题，不好意思，不是我的教学范畴。好了，刚刚讲的那款建筑。 采用了中国传统土木乡土作风，谁能告诉我，其中除了砖石以外还有什么？第一排穿红色衣服的同学，你可以回答一下吗？国乡土土木建筑有明显的地域差别。经历强震都不怕，有机会大家可以去山西看一看。 说得非常好，精美实用，还孕育出阴阳相生相克、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世界观，这些都是榫卯的特点，可以说也是木式建筑的灵魂。刚刚那位同学发言得很好，我们继续。同学，请问你怎么称呼？ 哦，我叫徐然。徐然，加个微信，老林方。方老师，微信方便留一下吗？以后有什么建筑方面的问题，也好请教你啊。是啊，就说嘛，你来上课，谁的注意力会放在学习上？简直是荼毒祖国花朵。想知道我微信，得先问一下他。什么情况？谁啊？你说我到底给不给啊？谁啊？不好意思。 方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要开，真的不好意思，先走。你等一下，你谁啊？我是他助理。窗外那颗最耀眼的太阳，谁会关心天黑它去哪？等着月亮把夜全部擦亮，整个喧嚣世界该停下了。 朝夕都落下，回到房间总自问自答，孤单总不声不响，却想张望笼罩下，身边越是安静，心越是喧哗。哦、旋转木马，高楼大厦。 反差着生活，有谁看见乐观背后要脆弱？有些心事只能在心里无声汹涌，镜子里的自己，哪个更像我？从镁光灯回到角落。 插着生活，好多疑问丢进时光的沙漏，躺在房间却像漂浮宇宙的黑洞。